邻居放倒一个，他们停那个厕所。我有点想去四标厕所，说实话。看圈咋刷吧，不行，咱们去马路这个厕所。这边他娘的，一会儿人踩到这个背坡，我挺难受的。不是，哎，我发现咱们直播间现在文化程度提升了一个档级啊！我说大残，弹幕给我瞬间来了一个大言不惭。哎呀，可以。现在我教你们都已经给你们教出花花来了，是不是？这小米你就搁这个四标这两个，我现在出不去，得等这个方区刷出来，我才能出去给他们六，不是，才能出去给他们杀了。这边刚才有俩人下来了，而我的枪声之前暴露过，这会儿还有人，我靠，这个圈18个人，兄弟们。出来了，这上面停了个车，妈了个巴子，有人来了。他能看到我的摩托。哎，那边人开车了，就冲他了。漂亮，再倒一个。漂亮，倒两个。我靠，倒三个，这也太猛了吧！这到底是？